白蛇和许仙之间有一个法海在捣乱，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有一个马文才在捣乱，我和我的女神之间已经有七个男人在捣乱了，但是结果，哈哈哈，我还是会和我的女神终成眷属的。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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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叫马云霞，今年22岁，我比我的女神正好大了123天，女神真是太美了，追她的男人真是啥怪物都有。女神眼睛那么大，小眼睛的男生还吵嚷啥呀，一点都不般配。尤其最让我生气的就是送女神礼物蹦蹦卡卡的，一样一样摆地上，整得跟上供似的，谁跟你走啊。还有面试的时候，有人在桌子上写了一首诗给老胖，显摆自己有才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写的那诗名字还是我帮你提的呢。我的女神，你需要一个爷们儿给你肩膀依靠。我以前是个当兵的，身体杠杠的。我的女神，你需要安全感，我可以。我每次出行的时候，包里连棉被都背着，我就是能给自己安全感，又能保护你的男人。我的女神，你喜欢吃甜食，但我绝不会用买来的甜食讨好你，我会亲手做给你吃。我的女神，你最喜欢的歌叫《放100个心》，我已经整整练了1000遍了，放10万个心都有了。我的女神，我的朋友都说我抠的一分钱不花，一根烟不给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没乱花，都攒着给你花，让你打扮，让你去做喜欢的事。我还是会和我的女神终成眷属的，老婆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哎呦，这也是有这个短片当中有太多太多浓烈的爱了啊！太实在太浓烈了，所以他急也就对了，是因为老胖一旦跟前面那淡淡的牵手，那意味着兄弟你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我们直接就换备用嘉宾了。那不可能，你现在还得抢亲呢。强也要把你抢回来，强也要把你抢回来。